伏してください。我希望我的后半世人会当有你做我的牵手。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。亲亲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何先生提出你外国人的热情 ，kiss 来去啊 ，kiss kiss kiss，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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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kiss。我是讲，拄只伫个艺人，虽然知影你求婚是咧搬戏，不过你讲遐话，嘛是予我真正感觉足感动。你敢会当阁去讲我？讲啥？介意我啥？我介意你的大心，介意你对我讲的话，介意你一直拢足有耐心要等待我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想要。我相信一次，相信爱情，那是婚姻，拢不是。是以上皆是。求婚手指你拔掉。那也不是你定的，也不是我定的，我想要要挂。啊，你不是讲你最喜欢的？我较喜欢嘛是别人的物件，爱幸福别人啊。就算我要挂，我嘛要挂，咱两个人去算。我一定会拣一个更加大、更加水的手指送你。今嘛，我得先用这代替。你敢有听过？人讲，只要伫对方的手掌心浸一下，就表示。把自己交给对方。
所以你愿意。等下，我是不是跟你喊名啊？你要确定看卖，你是不是喊名？白一来，你就要带我来这，佮把我的目睭按起来吼。是咯。啊。我若甲你讲，我要甲你求婚，你会啦？你毋是讲咱用老夫老妻的方式相处就好啊？像我像我，你要创啥？咱两个相处，佮我要甲你求婚，是两回事啊。咱两个相处是要用时间慢慢啊斗阵去适应对方的生活。求婚是我个人对你感情的表达。真哦，咱两个拢到这程度啊，感觉袂用再进一步。哦，要我甲你学了？唔免啦。你只要给我一个动作就好了。这。你真好，你这几天无伫的，虽然我的电拢做省咧用的，也毋过吼，即马拄啊好伫咧特别无电的状况，所以你敢会当替我充电？既然咱两个已经好好啊，那安尼，你今仔日敢会当跟我回去阮家？即马就回去，刚好。阮家拢是鬼，我来处理。你得好好照顾上阮就好啊。多谢你的体谅。